现来实现，彰化要灯会，彰化要灯会，盛宴来实现，盛宴来实现。啊，咱的时段吼，卡步可能爱小跑步走较紧的吼。感谢咱的阿 Sir， 咱家带领，甲咱斗三工，甲咱进跟他斗三工，和咱的黄振燕进入立法院，让我们灯会能实现。左龙泰主席，而且带领着咱在地和平时段，一步一脚印，公阿丁亚光环，恳求咱拜人用双票支持黄振燕，让我们彰化的灯会再现。让他顺利当选，我们的龙岗，我们的定调，他这样做人以外，做得很成功的，他的满意度，为什么是不是很厉害啊？知道怎么处理事情，他知道经济，知道财政，他在做我们的鹿港镇长的时候，他的前任老 2.7 亿给他，他六年这样做下来，他现在结余有七亿，所以来讲是不是很厉害的？你说安尼欠钱，而且不负债，那是足厉害的代志。来加油一下，好阿妈，把去投票，安尼好阿妈。咱阿都去投票，王振燕就一定当选。我感谢，好阿妈。多谢多谢大家，谢谢。各位乡亲士大，蔡总统带领咱拼经济，冲第一，用生命来顾台湾。咱是不是用咱上届的这个形势，咱让总统一个温暖，咱社会三公两公了，加油加油，黄建民当选，蔡英文，加油，蔡英文，加油，蔡英文，加油，黄建民当选，黄建民当选，黄建民当选，总统，加油，总统，加油，总统，加油，黄建民当选，黄建民当选。真水的花灯车，你敢陪？阮就是要甲咱的中华百万的乡亲讲，彰化要灯会，对不对？彰化要灯会，彰化要灯会，政见来实现。好，而且把黄振燕送到立法院，以后行政院就要听黄振燕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听见。甲咱的对手来问三项代志，咱的对手听讲是新港的人嘛吼，听讲是新港的人，我们敢问，我们支持黄振燕是让他的经验政见能实现，但是我们对手，我们要问问柯承法，你到底是诚实还是说谎？是诚实还是说谎？说谎啊！你若甲咱讲，你要辞官参选，你就干干净净；你若甲咱讲，你要去台中上班，要到请假来参选，你嘛会使老实讲，安尼拢叫诚实。你上班，然后请假，搁倒来参选，领台中的薪水，选彰化的立委，这个就是说谎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问他，你是诚实还是说谎？要讲清楚。第二件。我们去年11月24日，咱选新的馆长啊，对不对？魏馆长在场，我伫规魏馆长，包括真委屈，然后魏县长继续做县长，灯会没问题吗？灯会就继续做啦。为什么我们选了王惠美变成灯会美呢？灯会美了，好奇怪哦。我们要给魏县长拍手鼓励一下。但是我要问我们的对手柯承法，你也做过副县长嘛？当你国民党的县长把彰化的灯会放弃的时候，
你有没有尽到彰化人的一份子？你有没有告诉王惠美这样是不好的？你敢讲我？你有讲我？你别讲我！我们问问柯文哲嘛，你敢不敢说好不好？地博团结那边，黄正燕，龙舟有经验，灯会就会实现。所以柯文哲，你应该也没有告诉你的王县长说灯会不能办，这样子你就失去了让彰化县民骄傲光荣的机会。这个机会黄正燕要回来了，把他讨回来好不好？好。第三个，未来咱彰化最大的商机就是刚才总统说的离岸风电能源转型，世界大公司都要来咱彰化的风场，但是现在咱的彰化县政府买跟咱不跟咱买，撑一个救一个，在那温故，在那塞岸。到一处王县长一定要让彰化的离岸风电发展下去，而且你有没有能力争取中央跟彰化来合作？如果你没有，你不干，这个责任就叫黄正燕来，好不好？好、黄正燕带领了我们彰化百万乡亲，台湾我们现在的民主政治能够一直持续下去，因为今年的选举我们面对的已经是不是国民党一个党，而是国民党加共产党两个党，对吧？我们还有黄教官党。